因为他是一个战场欺诈师，然后就会就总会说一些战术上的事。我们当下最紧急的任务就是拿下这五名英雄，在那次赛场打对手一个球。很专业，而且戏也很好。他就是吉祥空，因为我们平时生活中我也会叫他相空相空这样子，就其实就是忘掉王子权，忘掉王一博，那他就是吉祥空，我就是秋英。